鬼怪女星高秀珍惊爆死讯，得年25岁。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2月12日讯，2016年以超夯韩剧《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》出道的25岁韩国女演员高秀珍，因以高秀重金12日突然惊传去世消息，令人不生唏嘘。曾在韩剧《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》演出女主角看得见的女鬼之一，25岁女星高秀珍经12日突传去世消息，她所属经纪公司证实了死讯，令许多粉丝感到相当惊讶与不舍。高秀珍2016年演出《鬼怪》而出道，之后陆续出演了韩剧《所罗门的卫政》，2017年《防弹少年团》BTS 为推广首尔观光而推出的宣传歌曲《With the Soul》拍摄 MV。没想到星途一片看涨的他，竟在出道不到4年的时间就传出过世的消息，得年25岁，令人不生唏嘘。高秀珍所属经纪公司 Story J Company 透过官方 IG 发表声明，高秀珍在不久前与这个世界告别了，已经成为天上的星星，将永远记住用开朗微笑照亮世界的高秀珍演员，愿逝者安息。证实高秀珍已于近日辞世。经纪公司在发文中表示，已按照家人意愿低调处理后事。高秀珍丧礼已在本月9日在家人们的陪伴下安静地举行了。至于高秀珍死亡原因，韩国媒体仅以因病身亡一句带过，并未说明详细的死因。不过底下有网友留言表示，年仅25岁的高秀珍是因脑肿瘤过世。